一个小任务，哦，我们就让麻油跟丰田进行一场台语竞赛，哦，抢答，我跟麻油 PK， 抢答哦，抢答题哦，好不好？听懂了就抢答。我讲台语，然后你们要猜出那个是什么，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第一题，挥车，挥车，挥车不是吗？挥车，挥车，挥车，我不知道，挥车，挥车，回家。回家，回家，听起来很像回家，开车，开车，没有那个不是家，车吗？一个字对了，家，家，那就上车啊，不是上，哎，你要唱歌就停车，错，接近了，有车就接近了，回车，把车都换一遍，回家，回家，有一首歌，回家，一定高香，你们不要欺负日本人。到底是什么？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火车，火车，火车回家。哦，第二个，第二个，第二个，蛮好玩的。憨吉，憨吉，憨吉，我知道，吉，我知道，钱，现在也是。小雨，你也可以参与，你也可以参与。是香港人，香港人是吗？是。你说地瓜是吗？答对。哇！同时考验其他人的台语，好厉害。那。第三题哦，第三题，第三题，卤肉饭，哎，这个很简单，卤肉饭，两个同时，卤肉饭，哎呦，都有办法就对了，好，那我来一题稍微难一点的，金秋，金秋，金秋，紧张，有点像日文叫金秋嘛，对，答错了，金秋，金秋，食物吗？食物，水果吗？音调不太一样，香蕉，香蕉，对，香蕉，对哦，香蕉，香蕉，是香蕉，对，香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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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哟，下一题，下一题，好，再一题，感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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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那种橘子那种干妈店的那个干妈，答对，橘子，哦，橘子，干妈很难哎，干妈很难，这个还有更难，还有更难的，还有更难的，没办法，气泡，气泡，这个其实我为了演那个八点档啊，最近也有刚学这个，有讲到这句，它是一种水果对不对？这可能连台湾人都不一定知道，奇异果，错，气泡。气泡，水果，你看是不是连你们都不知道了？什么颜色的？它是一种水果，红色的水果。错，请说。西伯，西伯，苹果，苹果，错。番茄，那个音完全不一样，跟中文的音完全不一样。上面有一粒一粒的哦。草莓，草莓，草莓，答对了，草莓哦。哇，气泡，气泡，气泡，啊，气泡。气泡，气泡，气泡。好，这个题简单的哦。好 ，lemo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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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柠檬不是吗？柠檬，好厉害，好厉害。OK。